过去 ETS 电动火车服务是从吉隆坡到怡保，随着怡保到巴东雾煞的 ETS 在今天正式启动之后，以后从吉隆坡到巴东雾煞每人票价81令吉，车程只需要4小时40分，不过这不包括转车的时间。 ETS 行驶时速最高可达160公里，不过车长一般会开到时速140公里左右。民众如果要从吉隆坡到巴东雾煞，必须在怡保站和北海站转车。目前怡保到巴东雾煞的 ETS 每天只提供2趟的车程，也就是早上往北部、下午往南部的行程。